哇，你甲看，迄山一层一层安尼吼，就水诶。来个青山拿来，这个消费者就是这样，云霄飞车就行嘞。阿里山的云海世界有名，阿里山的姑娘骨力够美丽，但是甘蔗种伫半空中，这是要安怎处理嘞？正月三十一，就是过年初一，带阿芬啊来去阿里山的客店拜访好朋友。哦，好香哦！这甘蔗笋有机呢，吃完身体拢袂虚。